Your Life 广播剧场《悲天使》子宏捉住我的手，虽然子宏最后都是放开了手，但是直觉告诉我他应该是喜欢我的。如果是的，我就犯了守则。我想我一定抗拒不到跟子宏一起，如果不是的，我一定会很伤心。死就死了。子宏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不是喜欢啊，而是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由你第一天上班，我已经对你很有感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经常都很挂着你。你的说话，你的声音，不时在我耳边响起，但是我给不到幸福你。我不介意啊，我很憎啊你，你又整喊人啊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无论我还剩下多少日子都不紧要了。傻妹，你喊够未啊？都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好，不如你拖住我。好啊。今晚是我和子宏第一次以情侣的身份一起散步，不知道日后还有没有机会呢？子宏啊，如果我欠了你，呃你，你会怎样啊？傻妹，那你记住，你不用跟我说多谢，也不用跟我说对不住。为什么啊？我对你好是应该的，你对我不好我都心甘情愿接受，因为我爱你。哼，口甜舌滑。是真的，我都不懂哄女仔的，我真的喜欢你的。到了，今晚早点休息啦。边个准你锡我噶？哦，对唔住。下次要问过我先得啊。好，下次一定问过你。傻瓜嚟嘅，咁我入去啦，拜拜。
拜拜。今晚真的很开心啊，但是跟着会怎样呢？就算有天谴，我都心甘情愿的，始终都是我自己错先。但是这样可能会连累到子宏的，怎算好呢？彭心明，你搞乜鬼啊？点解咁耐未入到去内联网同埋资料库噶？依家差唔多10点啦，5点之前要送去印刷箱噶。你快啲谂下，你到底改咗咩密码啦？对唔住啊！华宇就接写，风，我系子宏啊。点啊？今日印书印成点啊？我唔喺杂志社，你哋有冇做到踢晒脚啊？冇，我不知几得闲啊，而且唔使讲，下一期一早做起咗啦。好得闲，咁阿心明做成点啊？我打唔到电话俾佢嘅。唉，成个杂志社得佢一个忙紧咋，因为佢改咗电脑资料库嘅密码，而家要谂翻佢密码出嚟。唔系下一期杂志都唔使至于出啊，而且佢今日冇开手提电话喎。佢部电话比较特别嘅，因为冇装到电池。何华峰，你仲喺度笑我？子宏，你听到啦。杂志社冇咗你喺度真系唔得噶，你快啲养好身体翻嚟啦。仲有啊，我下个月就要放假动物月噶啦，到时杂志社靠你噶啦。OK， 你快啲叫心明过嚟听电话先啦。好啊，心明，子宏揾你啊。喂，子宏啊，把声咁嘅，你琴晚瞓得唔好咩？系啊，成晚挂住你啊嘛。其实我琴晚都瞓得唔好。点解啫？一定系谂起我啊你。啊，唔好讲呢啲嘢啦吓，你啊又撞板啊？哎呀，我唔知道自己改咗咩密码啊！改密码嗰阵时，你做过啲咩啊？嗰阵时啊，食紧柠檬糖啦，饮紧茶啦，听紧歌啦，睇漫画啦，搞相机啦，应该差唔多啦。你点可以咁样一时间做咁多嘢噶？你会唔会改咗个密码系关于你而家做紧嘅嘢噶？应该唔会。彭心明，仲讲电话？谂到改咗咩密码未啊？你快啲谂啦，唔阻你做嘢啦，拜拜。哦，拜拜。我系天使嚟噶嘛，冇理由啲小事都做唔到噶。到底我改咗啲咩呢？神啊，求下你帮我解开电脑密码啦。唉，傻嘅咩？神又边有时间帮我啊？真系傻啊！咦，傻？啊，我记得啦，密码系 Silly Angel。Yes， 终于解开咗啦。诶，终于得啦，睇过。你睇我几叻，终于解开咗密码啦。傻瓜，你而家只系记得咗你改咗咩密码啫嘛，咁好叻咩？你睇，总编而家都岌晒头同意我讲嘅嘢啦。扫兴。咦，你个密码改咗做 Silly Angel， 咁个傻天使。是不是讲你自己啊？心明，你真是一个傻瓜。哼，受死啊你！喂，不要乱来啊！喂，你们不要笑心明住啦，快点帮心明整理啲资料啦，还要send过印刷厂那边的。听到没啊？阿峰，你跟我走开啦。峰，过一过来啊。嗱，这个彭心明呢，有很高的工作能力，同时都有很高的出错机会。你今天要帮我看住他做事，不要出错啊。今天真是不容有失的。哦，得了，总编。唉，我约咗小慧影婚纱相噶嘛，唯有快啲做埋啲手尾啦。阿峰，我搞掂啦，你睇有冇事？嗯，都冇乜嘢噶啦。好啦，今个星期大家都辛苦啦，依家冇乜嘢好做，今日大家早啲收工啦。好耶，今个星期嘅嘢做晒啦，耶，解放！快啲执埋啲嘢走先。咦，小慧你嚟咗啊？搵阿峰食饭？系啊。小慧 ，sorry 啊。我仲要 double check 埋啲资料先走得，印刷箱嗰边等紧啊，或者你哋两个去食饭先啦，唔使等我噶啦。咁你快啲做埋佢啦，小慧我哋行先啦。哦，阿峰阵间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系咧，而家先至11点几，食饭之前，我想拜托彭小姐你陪我做一件事，可唔可以啊？咩事啊？
你可唔可以陪我一起摆结婚戒指啊？梗系得啦，但系咧，我都想拜托小维一件事啫。彭小姐有咩要帮忙啊？你叫我心明咪得咯，唔使叫彭小姐啊、彭大姐咁见外啫。好啊，心明，心明啊，间首饰店就喺前面咋，跟我嚟啊。哦，咦，系咪前面呢间啊？系啊，到啦。欢迎光临，两位小姐，请问想买啲咩呢？你好，我想买一只结婚戒指啊。两位小姐，过嚟呢边啦，呢批钻戒都系最新噶，系意大利设计师嘅作品嚟噶。呢、这个款啊，麻麻地啫，好似俗咗啲。我想问一下咧，有冇好似玛丽皇后结婚嗰只钻戒啊？有，你睇下呢款啱唔啱啊？新明啊，你帮下眼啦，呢只好似唔错咁啊，嗬？系、哦，好似几好咁。哇，仲有 forever 嘅字样、哦，不过好似系男装、哦。嗯，咁就好啦。我系谂住买俾阿峰嘅。结婚系要互相交换戒指噶嘛？唔该，我就要呢只啊。好啊，我帮你包起只戒指去啊。系咧，你同阿峰谂住去边度度蜜月啊？我哋谂住去欧洲啊。哇，好贵噶。系啊，都要成几万蚊噶。阿峰对你真系好啦。我哋依家食嘢啦。嗯，好啊，行咯。两位小姐，你哋有啲咩啊？我要叠尖戒指啊，唔该。好啊，你话靓女，你又有啲咩啊？同佢一样啊。好啊，你哋等阵啊，好快整俾你啊。唔该晒。新明啊，我见到有个朋友啊，你等我一阵下，我过去打个招呼先。好啊。咦，小慧子嗰、那个咪系美娜姐姐？唔通佢都识小慧？美娜姐姐，小慧咁啱嘅。你今日唔使翻工咩？我今日冇堂啊，所以早咗啲收工。我有啲事要做，赶时间走先啦，拜拜。心明，天使长伊比斯迟啲会揾你噶啦。吓、啊，死啦！天使长要罚我，定系指王会出事咧？心明，你冇事啊嘛？哦，冇乜嘢，有啲攰啫。啊，嘢食到咗啦，食嘢啊！好啊。UN Live 及香港网络广播剧团呈现连载广播剧《悲天使》第六集，故事 Jason， 剧本改编及监制维斯里 Ada， 后期制作维斯里，声音演出 Winnie Aquavis 饰演心明，孤泣饰演紫云 ，Ada 饰演美娜 ，Aroy 饰演阿峰，即其饰演小慧，陈植饰演总编，并由水草 Mandy 联合演出。第六集剧中，下集再见。你有冇佢哋咁好戏？你又再开古仔？有啊，唔好等啦，请即加入香港网络广播剧团。我哋需要大量有潜质嘅演员、编剧、制作人员。唔理你系男定系女，老定系幼，总之你自问有料，就加入我哋剧团啦。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。详情请上去 www.dhk.soc.hk， 我哋等紧你噶。子宏，你系咪中意我啊？等先，唔系投入。只要有你喺我身边，无论我剩翻几多日子都好，都唔紧要。系，等先，我净系我成日。唔得，我忍唔到笑，我你嘥晒啲索肥啊！都啦，今晚早啲休息喎。kiss 声点啫？系咁样。系啊。OK OK。我 OK。到啦，今晚早啲休息啦。系咪得唔得啊？使唔使录个？个 kiss 嗰下。哦。好。拉远啲啊！拉远啲。又要咁样 kiss， 好难烦啊！等后边。好。两位小姐，你哋想有啲咩啊？哎呀！我真的我没整咁样，如果听到我真的会笑。两位小姐，你哋想有啲？哎呀！嗱，我都知冇笑，唔系我笑，唔系我，唔关我事啊呢个。我啲知咪手震冇声噶，我听到你笑我先笑咋。